清宫自珍。钦差大臣、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右都御史公祭必辞，不主事人和公自珍，则现三种决定义，三种旁义，三种答难义，一种归虚义。中国自语箕子矣，时或病重，自明初开矿四百余载，未尝增盈。一厘金银尽明初盈也。地中石，地上虚，假使于海，人是火患。岁曰耗银三四千，况于海如此乎？此决定义无疑义。汉室五家以食妖伏妖占天下之变，鸦片焉则食妖也，其人病魂魄逆昼夜，其食者以还手珠，犯者造者以稳斗珠，兵丁食以稳斗珠，此决定义无疑义。诸之可胜诸，可绝其源，绝其源则以惩兼民惩。有二惩，无五合以胜也。公筑澳门，据广州城垣夷也。公以文臣孤入，夷其可乎？此夷以重兵自随，此正皇上翻官房使节制水师意也。此决定义无疑义。食妖无绝矣，以病杜绝呢羽毛之志，杜之则蚕桑之重，木棉之重。蚕桑木棉之重，则中国食。又凡钟表、玻璃、燕窝之属，月上都之少，而夺其所重者，皆至极之物也，宜皆度之。此亦旁义，宜现使宜。人喜澳门，许一宜，宜管一所，为故事之妻止。此又亦旁义。火器，宜讲求金狮火器营，甘中公川用之，之师于海否？广州有巧工，能造火器否？胡宗宪、涂边有可约访用者否？宜下群议。如代广周兵赴澳门，多带巧将以修整军器，此又一旁义。于是有儒生宋南者曰：中国时急于祸，习汉臣陶旧亦以相抵，故也四也，亦我护习祸而致时于也哉？此亦失之于开矿之朝魏之病，失之于进营出海之朝魏之病。时故第一，祸及第二。与箕子言如此矣，此一答难。于是有关宋南者曰：用呢与钟表、燕窝、玻璃、睡江处，夫中国与夷人互视，大在其矣，此外皆莫也。夷正告之曰：将关税定额，续请柬，未必蒙恩与国家，断断是却。关所入，省所损，系所益大，此又一答难。乃有迂旦书生宋南者，则过曰：为宽大而已。曰：必无用兵而已。告之曰：行邦用重典，周公公训也。至于用兵，彼之用兵，此屈之，非角之也，此守海口，防我进，许其入，非与彼战于海，战于于黄也。伏波将军则进水，非船将军，非横海将军也。
况可追，此无可追，取称宜人及奸民九的正典型，非有大兵阵之原野之势，古人于开边信之笔也哉。此有一答难。以上三难，宋难者皆天下侠华游而冒未成于桌者也。月中有之，木刻中有之，游客中有之，商屋中有之，恐身世中未必无之。宜意尽百公此慈心未被所动，由一万一此千载之一时，世机一跌，敢言之矣，敢言之矣。古奉使之诗曰：忧心悄悄，屠夫旷翠。悄悄者何也？虑常事也，虑窥伺也，虑亵言也。屠夫左右亲近之人，皆大敌也。屠夫且忧形于色，而有旷翠之容，无非阳之意，则善于奉使之志也。阁下其意此诗，何谓一归趋意也？曰：我与公曰，其公以其齐，使中国十八迎驾平，务实人心定，而后归报我皇上。书曰：设之有志，我之言，公之古矣。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，公自真全集。钦差大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公已经面辞皇上，不主事人。和公自真于是奉献上三项确定性的意，三项附属性的意，三项答辩性的意，以及一项归结性的意。中国自从夏禹、箕子以对于农业生产和货币通者是并重的。从明朝初期开采银矿四百多，未曾增多过一厘银子，现今所用的白银都是明初就有的银。地下的银矿是实实在在的，但在世上通的白银却有限得很。即使外的话，由于人为的事故和自然的灾害，美也大约要损耗银子三四千，何况又这样大的出海外。这是确定性的意，容有丝毫的疑问。汉代的武家把在食物和服饰上出现的怪情况称作食妖、服妖，通过他们判断天下即将发生的灾变。鸦片烟就是食妖，吸食的人病入魂魄，颠倒昼夜。对于吸食鸦片的人，应当处以绞刑的严厉惩罚。贩卖制造鸦片的人，应当处以砍头的严厉惩罚。士兵吸食鸦片，也应当处以砍头的严厉惩罚。这是确定性的意，容丝毫的疑问。对于上述这些人，既尽可杜绝鸦片的缘，要杜绝他的缘，那洛阳人会心怀满，内地的坏人也会心怀满。有这种对禁烟心怀满的人，没有武的后盾，又怎么能够取得胜呢？宁静住澳门、广州、陈远，那是洋人群集的地方。您以文官之身孤身深入洋人的巢穴，这难道能吗？这一去应当多带军队跟随着自己，这正是皇上颁发大印让您指挥水军的含义所在。这是确定性的意，
容丝毫的疑问。吸食鸦片烟应当禁绝，还应当同时杜绝尼龙与毛制品的输入。杜绝这些，国内丝绸的收入就会增加，棉花的收入就会增加。丝绸、棉花的收入增加，国家的经济就富足。再有凡是钟表、玻璃、燕窝之的东西，只能取悦京都的纨绔子弟，从而夺去他们所看重的货币，所以全都是急需的物品，应当一并杜绝。这是一项附属性的义，应当强制其县教养人搬迁到澳门去，许下一名只保商馆一所，作为从事商业活动时供外国人居住的地方。这又是一项附属性的义。枪炮武器应当求精，金狮火器营干尖攻伐川时曾经使用过，知师用在海防上能是否方？广州有没有能够制造枪炮的能工巧匠？胡宗宪的《筹海图编》有没有一些可在大体上仿造制用的地方？应当布置下去，让部署员们讨。如果带广州的军队去澳门，要多带能干的工匠，以修保养军器。这又是一项附属性的义。于是有儒生表示反对，中国农业问题要比货币问题急迫。搬用东汉大臣陶的旧意境对抗，陶的旧是错种法，表面也好像是差多，然而我难道不习货币，是治农业问题于固魔？儒生这种意用在开矿的代，可以是中时病，用在当今禁止白银外的时期，是何时宜？农业生产固然是八政中的第一件，而过必及紧跟着排在第二位，夏禹、箕子都是这样的吧。这是一项答辩性的义。于是又有管关税的官员提出非议，让尼龙、钟表、燕窝、玻璃这物品进口，关税就会短少。到中国和外国人做买卖，最能得到好处的是在于购买对方的米，其余的都是无足轻重的。应当正告他们即将要把关税定额续续的请求减低下，这未必得到皇上的允准。国家绝对单纯依赖关税的收入，况且这样做损失细微而收益巨大。这又是一项答辩性的义。这样还有一些迂腐荒唐的书生会反对，所得过世要对洋人宽大，一定要使用五这一话罢。我们回答他们，惩罚做的邦国必须使用重法，这是周公传世的训诲。至于用兵与地上的打仗同，这是驱逐敌人，并是围歼敌人，这是守住海口，保卫海疆，许敌入侵，并是和敌人在海上作战，在船上交锋，是像伏波将军那样在近海活动，而是像船将军、横海将军那样跨海出征。何况在地上作战可以追击，
而像这样在近海防卫旧坛上追击，只需逮捕那些心怀谋的洋人和坏人，就地正法，并没有动用庞大的军队在野外排开正式作战的事，怎么能同时上在地上挑起边界冲突的子乡提并举呢？这又是一项答辩性的议。提出上两三项反对言的，都是社会上兼具招摇撞骗而表面上装作成持重的人。广东的关中有这样的人，穆中有这样的人，客中有这样的人，商中有这样的人，恐怕绅士中也未必没有这样的人。应当一警百您前去禁烟的这次动，这种决心如果被这些人所动摇，哪怕有一点犹豫疑惑，那么在这千载难逢的时机，机会一错失，后果就堪设想，堪设想。古代写奉命出使的诗道：“我心充满忧虑，惴惴安，就随从我的夫也憔悴堪。”惴惴安的是魔呢？就是担心有人从旁左右梗阻的尝试，担心有人窥测动静伺机求惩，担心有人慎失言或泄机密。您的随从左右心腹之人都可能是您的大敌呢。如果随从人员都显得忧心忡忡，有憔悴的面容而毫无得意忘形的神色，那么就可以是奉命出使做道家。您请认真为这首诗吧。模式归结性的意呢？那就是我同您约定，期望您用各镇的时间，使国内十八的银价平稳，物充实，人心安定，然后回到朝廷报告我皇上。上书犹如射箭那样有准确的目标。我的话是您将要达到的目的呀。使召官拔油画记，清薛浮尘。光绪十春闰二月甲子，余游八人馆，所至人悉仿生人，形体态发肤颜色长短风急无必消，自王公倾向以至公一杂，凡有名者往往向余馆，或卧卧，或坐或俯，或笑或哭，或饮或搏，骤视之，无今未生人者，余即叹其迹之奇妙。译者称昔人绝迹，游墨于油画，何时往油画院一观普法交战图乎？其法位一大环室，以巨浮悬之四壁，由屋顶放光明入室，人在室中极目四望，则城堡、钢丸、溪涧、树、森然布、军人马杂踏，食者、扶者、奔者、追者、开枪者、燃炮者、牵大旗者、挽炮者，络绎相数。每一具弹落的，则火光迸，烟焰弥漫，其被轰击者，则断臂为或前旗，或者其缘，而军事之折臂断足，且因地掩仰江湖者，人目忍睹。仰视天，则明月斜挂，云霞掩映；俯视的，则草如茵，川源无际。几次移身外籍战场，
而忘其在一世中者，待以守门之，使知其为弊也。化也，皆幻也。余闻法人好胜，何以自会败？人丧气此。义者曰：所以招窘，借积重愤，徒报也，则其一生长矣。夫普法之战，迄今虽未成积，而其势性而有真。然者此化果真邪？幻邪，幻者而同于真邪，真者而同于幻邪，思二者盖皆有之。选自《雍安全集》。光绪十春闰二月甲子日，我游览八人馆，看到所塑造的人全都仿照活人的样子，那形体神态，头发肤色，高矮胖瘦，没有完全相像的。从达官贵族以至工艺家和各个业的人，凡是有名气的，每每在馆下巷，有的站着，有的躺着，有的坐着，有的弯着腰，有的笑，有的哭，有的在喝酒，有的在国戏。猛然一看，没有惊叹，像是活人似的。我再三赞叹制作人技术的奇妙，翻译人员西方人绝妙的技艺，由其没有超过油画的，您何马上到油画院去看一下古法交战图呢？那幅画的展出方法是在一间又大又圆的房屋，把巨大的画幅悬挂在四面墙壁上，从屋顶上放光线进入室内。人在房屋放眼四望，就可以看城堡、山岗、溪、树密集的分布排着，敌我军的人马分拥挤，驱马兵似的卧倒在的逃跑的、追击的、开枪的、点炮的、拔大旗的、炮的、续断。每当一颗巨大的炮弹的，就刻火光迸射，烟火弥漫，那些遭到炮击的地方就断壁破，有的熏黑房屋，有的烧红围墙，而士兵们折臂断腿，血成河染红地面，仰着趴着的死伤士兵，实在叫人忍心看。抬头看看天空，明的月斜挂，云彩衬拖着；低头看看地面，草就像地毯，广阔的平野一望无际，几乎自己怀疑身外就是战场，而忘记自己是在一间屋子似的。等到用手去摸摸它，才知道那原是墙壁，是油画，都是画出的。我听法国人好胜，为国自己偏要画打败仗的情景，叫人看这样丧气。翻译人员，这是用招式明白的见解，激发群众的义愤，图谋报恼，这样它的意义就很深远。普世王国和法国的战争到现在虽然已成为过去的事，而那一事件是确凿而有根据的。然而这幅油画果然是真的呢，还是假的？是虚构的画，符合于真实的事呢？还是真实的事与虚构的画相同呢？这种情况大概是都存在的。曹旭，相关资源加到我的最爱，添加相关资源。
寄超山梅花。亲书夏荣伯同生，是古是也，隐于七夕。余与臣起事，高孝同买粥访之，曰：寻梅于超山。由西上小舟，寻浅濑至超山之沿岸，以梅花。许尊至湘海，观送梅，梅身半枯，侧水刺，骨干截曲，苔盘其身，齿作甲。九苔色换味同青，旁十余树，荣伯言皆名产也。景物期暗无可计，于然将返。荣伯岛于过堂御前祠下，花乃大盛，纵横交纠。玉雪一色，不舞高下，言眉的境。远复路，近眼悲驼，从分机稿弥满山谷。几次始出梅窝，因松对下闻溪声，渔船已停赖上矣。余已不船人以水沿溪，尽是相止也。是晚人归七夕，迟明复以小舟绕出山南，花亦多于山野水古木，渺至意小径其出为八九道，抵梅而进，至甘源关，关所谓水者，潭水清冽，怪石起水上，水覆壁而止。石豁峡，因惨潭，石脉直接汉。汉居关右偏三十余级，级口深表成黑中，有风水荡极之声。同游陈济湖，离兄弟若管入，进而出。潭之右偏捐海云三大，自宋赵清县笔也。寻丁有宣父子石像，以包诗节游吟饮客。荣伯犯我关中，余举觞叹息，以生平所梅花，贤如此之多且甚也。荣伯言：冬雪季后，花亦奇，过于西溪。然西溪余至，君师梅后，今旦作超山梅花记，一记荣伯，一记余有臣受辞于福州。受辞亦是梅者也。选自木刻本，为文集。夏荣伯是个酷爱古代文物的人，隐居于七夕。我和臣起事，高孝同故船拜访他，相约一起去超山看梅观花。我们在小溪上换乘小船，顺着浅浅的游沙石上淌的溪水，驶至超山面沿岸，已能到梅花。再过约一的光景，沿着溪边小至湘海，观赏著名的宋梅。梅树已经半枯，斜于水边，苍古桌的枝干曲折多姿，树身密布青苔，排齐整的有如鱼一样。因为待久远，青苔全变成青铜色。宋梅旁边还有十几棵梅树，荣伯告诉都是明代之物。我四周景物因而无甚光彩，犹兴味然而准备回返，荣伯却着我向前走过堂御前祠，方梅花尽放之盛况。梅树纵横交错，一片雪白，高低山坡遍植密布，大家漫步于梅雪海，梅花香气馥郁弥漫山，
犹如重重叠叠的素卷堆积山谷。大约走进寺的才出眉窝，但郁郁苍苍的松树排成山下，可闻小溪的水深，原我们乘坐的小山板已经停在水面上。我们在岸上走，船工泛舟。水上，大家分别沿着小溪走，呆小走到头正好相逢。当天晚上我们仍然返回七溪。第二天拂晓，我们仍旧乘小山板绕到超山南面，这的梅花多于山，溪水阔为远，古树枝浓密，岸边的小岔开位八九道，延伸至梅树边。我们到甘源观，观那个水中潭水清澈底，形奇特的石头雾水面，潭水浸润石根而止，那些奇石座破缺开，上南长满暗色的青苔。从石头的纹脉络看，本与汉同为一体，汉靠近甘源观而偏右，爬过三十几级石阶到达口，一片幽暗深沉之中，为文风水荡极之深，一起游玩的陈继湖、陈迪兄弟点燃火把进入中，没有走到底返回潭水偏右的地方，岩石上镌刻着海云三个大字，那是宋代书法家赵抃的手笔。在寻找丁友轩父子的石像，却已斑驳脱，只有石碑上的诗还隐约可容伯在甘源观请我吃午饭，我有举杯赞叹矣，因为我平生所过的梅花却没有这的茂密繁盛。但容伯却对我呆冬雪过后，此间的梅花越发其清绝，远较观梅胜地溪溪未胜溪溪，我亦曾去过次，可惜都未逢梅花盛开的时节。如今只有做一篇超山梅花记，一纸写与容伯，一纸寄给我福州的朋友陈寿慈。寿慈也是一个酷爱梅花的人啊。聂世美胡之余亲书原文：子绰名于湖滨之寺，从壁窗，湖水皆岸壁如染，小鱼百会其下，细嚼豆腐唾之，群鱼争蝶，然随蝶随事，继而存者三四余焉，再唾之，坠坠风草之上，食矣。使谓鱼之事者皆饱也。寻帐之外，水纹攒动，争蝶他物如故，鱼方物钓者将下钩，必先投食以引之，鱼徒食而并吞钩，久乃之，凡下食者皆将有钩矣。然则明之叟独无钩乎？及其剩下食之时而去之，其能脱钩而食者几何也？选自木刻本魏文集。身坐在西湖边上的馆喝，四垂的条遮蔽着窗口，一汪湖水深苍碧，犹如染过一般，百余条小鱼正汇聚在窗下的水面。他就试着将肉干嚼碎朝水面唾去，借一曲鱼儿纷纷争着抢食。然
而一边争食一边又游开，一直觅食而走的只过三四条而已。身在嚼食唾下，碎肉沉入水底，粘结在茭白根上，鱼也在去食它。身起先以为鱼的去是因为都吃饱的缘故，可视窗一丈左右的地方，水面泛起一圈圈衣住的晃动着，那些小鱼如先前一样又在争食其他东西。身顿时想到，钓鱼的人在垂下鱼钩之际，必定先以鱼饵喂引诱鱼，而要想吃时，同时吞下钓钩。时间久，鱼儿知道，凡是有饵食的，方多半有钓钩。然而，那名汇聚之所，难道没有别一种钓钩魔？如果趁着他人频频下食的时机而及时逃走，能够脱钩而远逸他方的又能有几个人呢？聂世美、邹荣传、清张笔。邹荣，字威，四川巴人，父某商某熟兼知书，荣少会敏。十二，宋，九经、史记、汉书皆上口，复以科甲旗之军服，玉石喜雕刻，复折榜诗志写，然越重爱。荣稍长，从成都寄文学，与人言指天画地，非尧舜薄周孔魔所蔽，记文句并之父，就日本学时时期矣。与同学扭勇建归社中国协会，为就学二岁，军学生监督姚甲有兼私事，容协五人排踏入其底中，绑夹时持剪刀断其便发。视觉前归上海，与张炳于爱国学社。是时社身多习阴疾，与荣调之曰：“诸君堪为人耳。”社身皆欲殴之。广州大长风，竟如故入阴疾疾，方社国民议政厅于上海，招荣，荣结竟如曰：“阴疾人，此国民者，中国民邪？阴疾国民邪？竟如残，是中请。”荣既明其国史，学于祭文，复通晓文，不拘。疾卒如愁愁，乃草革命军，以并满洲。自与过遣，就禀求修士。丙曰：“敢恒，明当如是。”续而克之。会遣江苏候补到于民政检查革命党事，将改爱国学社教习无跳。跳故既荣，丙又幸托过，执意民政自归，且以革命军进。民政缓跳，跳亦遂民不容丙。容在狱，日就丙经，一时时讲佛典。丙亦因民入政，受之曰：“学此可以解三之忧矣。”民欲绝，容丙皆拔作。昔人欲求无，容平又淡。卖饭坊，一份鸡，内热搜高。丙谓荣曰：“子素是深色，又未尽。今梦寐而水自出，宜成分自摄持者，至春当病温。”明正月，即果发。
体温温大热，但愚昧又傲烦冤的卧夜半独语骂人，彼旦皆秉知其病少阴也的中宫晋黄阿胶鸡子黄汤，病日已矣，则告御足肠，请自卫持脉输汤药服许，请召日本医服许。病四十日，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于狱中，二十已矣。节朝日加四，丙往复。其师慕名，内外华言，西医受贿，下毒药之。宜能明，然西医事，欲求治为鉴，凡病者皆安坐待命，勿与药。欲求五百，遂与死者一百。十人，容即始发，而医之其具，彼日久，病能已者，故予以热病常药，亦下毒之次也。容卒之岁，日本与西亚使臣。选自《太严文》。邹容，字威，四川巴县人。父某往于甘肃、四川之间做生意，有一点文化。邹容少时聪慧敏捷，十二岁时诵经书、史记、汉书都能背得出。父亲希望他加科举考试，邹容愿意，却时常喜欢雕刻，父亲大常用竹板打得他写，然而心家疼爱他。邹容青少时在重庆经学院就学于译文，与人讲话慷慨激昂，指斥尧舜，鄙视周公、孔子，毫无顾忌。译文十分害怕，斥退他。父亲一定要他去日本书，这一邹容十七岁。在日本，他与同学扭勇建筹建中国协会，没有成功。二，英军学生监督姚文甫与人通奸，邹容同五个同学推门进入他的官邸，扇他十记耳光，拿剪刀剪他的辫子，事情被发绝后，邹容就暗地回到上海，与张炳在爱国学社中会。这时学社的学生都在学习英语，邹容讥笑他们，各位简直要成为商人。学社的学生大想痛打他一顿。广州洋人买办冯静茹过去加入英国籍，刚在上海设国民议政厅招收邹容，邹容则问冯静茹，你是英国人，这个国民议政厅是中国人的还是英国人的？冯静茹羞惭万分，事情只得中途停止。邹容已经熟悉国史，又求学于译文，通晓文解字以及文字学，他痛恨足就像仇敌，于是撰写革命军以号召推翻清廷，自己感到语言过于浅显，直请求张炳加以修饰。炳为鼓动一般群众，正应该这样，并且续严刻印出。正好这时清政府派遣江苏后捕到渔民正去查究革命党，准备逮捕爱国学社的教员吴跳。吴跳一向憎恨邹容、张炳，这次又希望免遭逮捕，
于是径直到明正那自首，并且送去《革命军》一书。明正赞追究吴跳，吴跳逃跑，于是明正严顺的逮捕邹荣和张炳。邹荣在狱中每天跟张炳一起研究佛经，也经常讲佛家典籍。张炳向他传授因明入正，懂这本书可以解初三的忧愁。第二，判决书下达，邹荣、炳都被判徒刑。外国人对待囚犯非常凶狠，邹荣愤愤平，又因麦片饭吃饱，加愤激，以致底热遗精。炳对邹荣：“你一向好声色，又没有接近性，如今做梦而今夜出，应当压抑份自我控制，这样到春天就会得病死去。”第二正月，疾病果然发作，体内低烧，只想睡觉，加上痛恨愁烦，难以入睡，半夜梦中骂人，到天又全寂了。秉知他病在阴亏，想到自己懂得中医，只有给他服用黄、阿胶、鸡蛋黄配制的汤药，疾病才能一天天痊愈，就请求监狱族长自己为邹荣脉诊断开药方，答应，又请求叫日本医生，也答应。邹荣病四十天，二月二十九日半夜在狱中死去，才二十一岁。第二天十点钟左右，秉前去抚摸他的尸体，眼睛闭。当时监狱内外哗然，都外国医生受贿，下药毒死邹荣。这仅是猜疑，无法查明。然而外国医生拿囚犯当人，凡是生病的都让他们安坐等死，给药欲求五百人，每因受虐待饥寒发病而死的有一百十人。邹荣得病之初，医生并知他的病情严重，等到日子一长，病情已非常明显，只给他服用一般的退热药，这仅次于用毒人。邹荣去世的当日，本和沙俄签订合约，冯海荣、冯婉珍胜英人于卸庄清徐科咸丰根深，因法军自海入侵，经骚然。据元明元时，有村曰卸庄，还村居者皆户中有人冯三宝者，经济基婉珍十九资容妙曼，自幼好武术，习无精。是卸庄饭团，以三宝勇而多义，推未尝住食债土宝于要爱，数至曰卸庄团风。一日晌午，谍报敌骑至，炫一白求都应簇约百人，因将也驰而前。三宝借团众装药实弹，吾望发曰：“此尽敌也，终而轻发，徒迷弹药，无益无事。”甚之时，敌军已进寨，枪声燃，寨中人全伏少动。继而敌一耳，三宝敌势可乘，即挥至曰：“开火！”开火者，军中发枪之号也。于是众枪齐发，敌人分舵如及敌枪在即，寨中人又误服以
盖及寨墙未毕也。公一时敌退，三宝亦自喜。婉贞独凄然曰：“小敌去，大敌已。设以炮制，吾村积本乎？”三宝屈然曰：“何以为计？”婉贞曰：“昔人常火气而短计击，火气袭远，计击向战。吾村时皆平原，而与之尽火气，其何能胜？莫如以吾所长，攻敌所短，操刀携盾，挠尽至极角，天之性，或能免乎？”三宝曰：“昔吾村之众，今计击者过百人，以驱百人，投身大敌，与之扑斗，何以孤羊投群？小子无多谈。”晚真为叹曰：“吾村亡无日矣，吾必尽吾以整吾村，整吾村即以为吾父。”于是即谢庄少之精计击者而召之曰：“与其坐而待亡，孰起而整之？诸君无义则已，诸君而有义，瞻与马首可也。”众皆感愤。婉贞于是诸少结束而出，皆悬衣白刃，飘及如猿猴，去村四友。森因翼蔽日，伏焉。未几，敌兵果于炮制，盖五百人也。携刃奋起，众袭之。敌出翼，大惊扰，以枪上刀相搏击，而结猛至中伏歹。婉贞挥刀奋斫，所当无披靡，敌乃分退。婉贞大呼曰：“诸君，敌人远，吾欲以火气困吾也，及逐伏尸。”于是众人皆挠之，彼此错杂，纷纭斗，敌枪中能发。日暮，所及者无虑百十人。敌弃炮仓黄盾，卸装遂安。选自《中华书局排印本》，清拜超战士。咸丰时，因法军从海入侵，京城骚动安。元明元时，有个村子叫卸庄，全村住的都是户，其中有个山东人名叫冯三宝的，精通武术。他的儿婉贞十九岁，长得非常飘，从小爱好武术，学习过的武艺没有精通的。这一卸庄办起团，因为冯三宝勇敢而又会多种武艺，被推荐为首。三宝带领团在险要的地方筑起石寨和土堡，竖起一面旗帜，写着卸庄团冯。一天中午，侦察人员报告敌人的骑兵到，一会儿一个白人头目，这大约一百名印兵，那个英国军官飞马冲在前面。三宝提醒大家装好火药，推上子弹要射。这是一支强敌，孤打中而轻发射，白白的耗费弹药，对我们的事情没好处，要谨慎对付。这时敌人已经逼近石寨，枪声。石寨中的人全屈身子伏在地上，丝毫动。九，敌人越近。三宝看敌人正是有机可乘，忙挥动旗帜喊道：“开火！”
开火这话是军中发枪射击的信号，于是大家一起放枪，敌人像一样纷纷马。等到敌人开枪还击，实在的人们又迅速埋伏好，这是借寨墙做掩护。攻打一些时候，敌人退走。冯三宝自己也很高兴，唯独婉珍忧愁的小股敌人退走，大批敌人就要。假如他们带着炮，我们村庄就变成粉末吗？三宝吃惊的用魔作为对策。婉珍，西洋人擅长用火药武器而善于武术，火药武器适合于攻打远处，武术适合于巷战。我们村子周围时都是平原，却和他们拼枪炮，那怎么能取胜？如用我们的长处去攻打敌人的短处，拿着刀，带着盾，像猿猴那样敏捷的前进，如鸷鸟一般勇猛的进攻，托天的福，也许能免遭灾祸呢。三宝，把我们全村的群众都算在一起，精通武术的也过百个人，拿很少的百个人投身于强敌，与他们搏斗，这跟把一只羊扔到群友魔童小孩家要多。婉珍低声叹息，我们村子很快就要被毁灭，我一定要尽拯救我们的村子，拯救我们村子，也就保卫我的父亲。于是召集卸庄上中精通武术的，动员他们，与其坐着等死，哪如奋起拯救我们村庄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倘没有这个想法那就算，各位如果有这个想法，那只要按我的指挥施救。大家听都很感动振奋。冯婉珍于是少们整好装束出发，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拿着雪的钢刀，清洁的像猿猴似的。村子四远有一片森，树荫浓密，遮住太阳，他们就埋伏在那。没有多久，敌人果然抬着大炮，大约有五百人。冯婉珍拔刀奋身跃起，大家袭击敌人。敌人出乎意外，非常惊恐慌，用枪上的刀跟卸庄哨进搏斗，但清洁勇猛到底，比上卸庄人。冯婉珍挥刀奋砍，和他对战的没有被击败的，敌人于是纷纷败退。冯婉珍大声喊道，各位兄弟姐妹，敌人避开我们远去，试想用枪炮使我们陷于困境，赶快追击，要失去战机。于是大家竭尽全拦截敌人，敌我双方交错混合在一起，互相搏斗，敌人的枪炮始终能发射。到傍晚，被死的敌人大约有一百多人，敌人扔下大炮，慌慌张张的逃跑。卸庄于是平安无事。宋兴昌少中国，清启超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，一则曰大帝国，再则曰大帝国是语也，盖其亦欧西人之言也。呜呼，
我中国其国大矣乎？任公曰：是何言？是何言？吾心目中有一少中国在，欲言国之少，请先言人之少。人常思既往，少人常思将。为思既往也，故生心；为思将也，故生希望心。为也，故保守；为希望也，故进取；为保守也，故永救；为进取也，故日新。为思既往也，世事皆其所以经者，故为之兆；为思将也，世事皆其所未经者，故常感破格。人常多忧虑，少人常好。为多忧也，故灰心；为也，故盛气。为灰心也，故怯懦；为盛气也，故豪壮。为怯懦也，故苟且；为豪壮也，故冒险；为苟且也，故能灭世界；为冒险也，故能造世界。人常厌世，少人常喜事。为厌世也，故常觉一事无可畏者，为好事也；故常觉一事无可畏者。人如夕照，少人如朝阳。人如及牛，少人如如虎。人如僧，少人如侠。人如字典，人如戏文。人如鸦片烟，少人如泼的酒。人如别心之陨石，少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。人如埃及沙漠之字塔，少人如西比亚之铁。人如秋后之，少人如春前之草。人如死海之诸位，则少人如长江之初发源。此人与少人性格痛之大也。任公曰：人固有之，国亦宜然。任公曰：伤哉，大也！浔阳江头琵琶赋，当明月绕船，风瑟瑟。清寒雨铁，似梦非梦之时，追想阳城中春花秋月之佳趣。西宫南内，白发宫娥，一灯如岁，三五对坐，谈开元，天宝间一事，普霓裳羽衣曲。清门众瓜人，左对如人，故如子，一侯门四海诸杂沓之盛世。拿破之于恶灭，阿拉非之忧于西，与三坚守，或过访之好事者，道当短刀匹马驰骋中原，席卷欧洲，且战海，一声叱咤，万国震恐之丰功。伟出而拍岸，继而伏壁，终而揽镜。呜呼！面皴齿尽，白发银发，颓然矣。逝者，舍忧郁之外无心事，舍悲惨之处无天地，舍颓唐之外无日月，舍叹息之外无音声，舍呆死之外无事业。美人豪杰且然，而况寻常者耶？生平亲友，皆在虚目，起居饮食，待令于人。今日且过，黄之他日；今且过，黄旭明。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，未有甚于大者。于此人也，而欲望以拿云之手段，回天之势功，挟山超海之意气，能乎能？呜呼！我中国其国大矣乎？
乎今日以止愁袭，唐虞三代何之至至秦皇汉武，何之雄杰汉唐之文学，何之盛康干坚之武功，何之玄赫史家所铺叙，词章家所讴歌，何亦非我国名少时代美景赏心事之沉积哉？而今颓然矣。昨日歌五成，明日歌十成，处处却熟尽，夜夜鸡犬惊。十八之土地财产，以为人怀中之肉四百丈；之父兄子弟，以为人住籍之奴。所谓大驾作商人富者耶？呜呼！平君莫化荡世，憔悴韶光忍看。楚囚相对，岌岌故隐，人命为浅朝绿系。国为呆死之国，一国之民为呆死之民。万事复之和，宜平人作亦贺足怪。任公曰：我中国其果大矣乎？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。如其大也，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，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，而今见思灭，他日之命运待将尽也。如其非大也，则是中国为未之国，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，而今见发达，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。欲断今日之中国为大耶？为少耶？则可先明国字之意义。夫国也者，何物也？有土地，有人民，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，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，自治法而自守之。有主权，有服从，人人皆主权者，人人皆服从者。夫如是，斯谓之完全臣之国。地球上之有完全臣之国也，自百亿也。完全臣者，壮之士也。未能完全臣而渐近于完全臣者，少之士也。故吾的一言矣。断之曰：欧洲邦在今日为壮国，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国。夫古习之中国者，虽有国之名，而未成国之行也。或为家族之国，或为酋长之国，或为诸侯封建之国，或为一王星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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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国。虽种一要之，其余国家之体之也，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。正如婴儿自胚胎以气成童，其身体之一二官之先长成，此外则全体虽粗具，然未能得其用也。故唐于以前为胚胎时代，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，由孔子而至于今为童子时代，逐渐发达，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之界焉。其长成所以是支持者，则待之民贼有致其身机者也。譬由同多病转态，或且以其死期之将至焉，而之皆由未完成未成也，非过去之未而未之未也。且我中国愁袭，常有国家哉？过有朝廷耳，我皇帝子孙具足而居于此地球之上者几千，而问其国之为何名，则无有也。
夫所谓。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陈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者，则皆朝名耳。朝野者，一家之私产也；国也者，人民之功产也。朝有朝之赏，国有国之赏。朝与国计物，则能以朝之赏，而只为国之少民矣。文、武、陈、康、周朝之少时代也。忧、厉、桓、乃，则其时代也。高、文、景、武、汉朝之少时代也。元、平、桓，则其时代也。自于朝，莫有之。凡此者，未为一朝廷之也则可，未为一国之也则可。一朝廷之且死，由一人之且死也，于无。所谓中国者何与焉？然则无中国者，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，而今乃始萌牙云耳。天地大矣，前途矣，美哉我少中国乎？马至泥者，亦大三杰之魁也。以国事被罪，逃窜邦，乃创一徽，名曰少亦大。举国之事，云勇勿及以应之，促乃光旧物，始亦大为欧洲之一雄邦。夫亦大者，欧洲之第一大国也。自马王后，土地于教皇，政权归于奥国，待所谓而兵于死者矣，而得一马制泥，且能举全国而少之，况我中国之时为少时代者耶？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，四百余兆之国民，遂无一马制泥其人者。公自真氏之极有诗一章，题曰能公赏，吾常爱之而有，为乎其用意之所存。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大也，思果大矣，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也，思乃少矣。昔晏有之曰，有三岁之翁，有百岁之统，然则国之少，又无定型，而时随国民之心以为消长者也。五，乎马至泥之能国少也，吾又乎我国之官士民能国大也。五，为此句，夫以如此壮浓郁翩翩绝世之少中国，而使欧西日本人为我谓大者何也？则以握国权者皆朽之人也。非偶几十八股，非写几十白折，非当几十叉，非挨几十缝，非递几十手本，非唱几十诺，非磕几十头，非请几十安，则必能得一官，进一职，其内任卿二矣。上外任监司以上者，百人之中，其五官废者，待九十七人也。非晏盲则耳，非手颤则足跛，否则半身碎也。彼其一生饮食不视听言语，尚且能自须三四人左右扶之捉之，乃能日于此而乃欲则之以国。是何无木偶而使至天下也？且彼辈者，自其少壮之时即已知，
亚细亚，欧巴为何处地方？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，尤嫌其顽钝腐败之末，真其疾，又必搓磨之，陶冶之，呆其脑髓以和，且管矣。气息奄奄，与鬼未临之时，然后将我二万山河、四万万人命，一举而毙于其手。呜呼！大帝国，臣哉其大也！而彼辈者，击其十之八骨，白折，当差。哀奉，守本，唱，磕头，请安，千辛万苦，千苦万辛，乃使得此红顶花。临之服色，中堂大人之名号，乃出其全副精神，竭其毕生，以保持之。如彼起而一定，虽轰盘旋其顶上，而手犹紧抱其荷包，他是非所故也，非所知也，非所闻也。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，瓜分也，彼乌从而听之，乌从而信之。即使果亡矣，果分矣，而吾今七十矣，八十矣，但求其一内洋人强盗起我，以快活过一世矣的矣，则割三头之土地奉生贺敬，以换我几个衙门，卖三几百万之人民做仆卫奴，以赎我一条命，有何可，有何难办？呜呼！今之所谓后臣将者，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，皆具于世矣。西风一夜吹，人雕尽朱颜白尽头，使走无常当医生，携催命符以祝寿，皆呼痛哉。以此为国，是安得且死，且无恐其未及遂而伤也。任公曰：造成今日之大中国者，则中国朽之冤业也。至出将之，少中国者，则中国少之责任也。彼朽者何足道？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远矣，而我少乃心而与世界未缘。如旧屋者然，彼明日将迁居他方，而我今日始入此世处。将迁居者，爱护其窗笼，节制其庭舞，俗人横情亦贺足怪。我少者，前程浩浩，后顾茫茫，中国而为牛为马，为奴则烹鸾垂鞭之残酷，唯我少当之。中国如称霸宇内，主蒙地球，则指挥顾盼之尊荣，唯我少享之。与彼气息奄奄，与鬼未临者何与焉？彼而默然置之，犹可言也。我而默然置之，可言也。是举国之少而国未少也，则无中国未未之国，其进步未可也。是举国之少而亦未大也，则无中国未过去之国，其思亡可翘足而呆也。故今日之责任在他人，而全在我少。少智则国智，少富则国富，少强则国强，少独则国独，少自由则国自由，少进步则国进步，少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，少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。红日初升，其道大光，何出？夫一泻汪洋，
前腾渊爪飞扬，乳虎啸谷，百兽震惶。鹰隼试翼，风尘翕张。奇花初胎，郁郁皇皇。干将发行，有作其芒。天戴其苍的其黄，纵有千古，横有八荒。前途似海，日方长。美哉我少中国与天，壮哉我中国少与国无疆。选自《引兵士合集》。日本人称呼我们中国，亦称作大帝国，再称还是大帝国。这个称呼大概是承袭赵翼欧洲西方人的话，真是实在可叹啊！我们中国果真是大帝国吗？认公，这是魔化，这算魔化。在我心中有一个少中国存在。要想国家的与少，请让我先移人的与少。人常常喜欢回忆过去，少人则常常喜欢考虑将。由于回忆过去，所以产生知心，由于考虑将，所以产生希望之心。由于，所以保守，由于希望，所以进取。由于保守，所以永远成就，由于进取，所以日日新。由于回忆过去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已经经的，所以只知道照惯办事。由于思考未，各种事情都是他所未经的，因此常常敢于破格。人常常多忧虑，少人常常喜欢。因为多忧愁，所以容灰心，因为要所以产生旺盛的生气。因为灰心，所以怯懦，因为气盛，所以豪壮。因为怯懦，所以只能苟且，因为豪壮，所以敢于冒险。因为苟且因循，所以必定使社会走向死亡，因为敢于冒险，所以能够创造世界。人常常厌世，少人常常喜欢认识。因为厌于世，所以常常觉得天下于事情都无可作为。因为好认识，所以常常觉得天下于事情都无可畏。人如夕阳残照，少人如巢序出阳。人如受极的牛，少人如出生的虎毒。人如坐僧，少人如飞侠。人如释义的字典，少人如活泼的戏文。人如抽鸦片洋烟，少人如喝白的酒。人如告别心向黑暗坠的陨石，少人如海洋中断增生的珊瑚岛。人如埃及沙漠中处的字塔，少人如西伯雅断延伸的大铁。人如秋后的树，少人如春前的青草。人如死海已聚水成大泽，少人如长江涓涓出发源。这些是人与少人性格同的大致情况。任公，人固然有这种同，国家也应当如此。任公，人悲伤的大雅。浔阳江头琵琶，震荡明月萦绕着空。船枫树在秋风中瑟瑟作响，青背的像铁，
在似梦非梦的朦胧之时，回想当在长安繁华的红尘中对春花赏秋月的美好意趣，清的长安台及兴庆宫内满头白发的宫娥，在结花如穗的灯下三三五五相对而坐，谈开元天宝间的往事，普当圣宫内的霓裳羽衣曲。在长安东门外种瓜的赵平，对着身边的妻子戏逗自己的孩子，回忆敬畏森严的侯门之内歌舞杂踏明珠撒的盛况，拿破被放到厄尔巴岛，阿比被幽禁在斯卡，与三个看守的狱，或者前拜访的好事的人谈，当配着短刀独自骑马驰骋中原，席卷欧洲大地，浴血奋战在海港，大一声喝，万国震惊恐惧的丰功伟业，起初高兴的拍桌子，继而拍大腿感叹，最后持镜自照，真可叹啊，满脸皱纹，牙齿尽，白发正摊一把，已颓然衰。像这些人，除忧郁以外没有别的思绪，除悲惨以外没有其他天地，除萎靡症以外没有其他精神寄托，除叹息以外没有别的升级，除等死以外没有其他事情。美人和英雄豪杰尚且如此，何况平平常常无畏之辈呢？生平的亲戚朋友都已入于坟墓，日常起居饮食依赖于别人，今日得过且过，匆匆哪知他日如何，今得过且过，哪有闲暇去考虑明普天之下人灰心丧气的事，没有甚于大的。对于这样的人，而要希望他有上天揽云的手段，扭转乾坤的本邪山跨海的意志气概，能还是能，真是可悲的。我们中国果真已经是大帝国吗？站在今天已纵览往昔尧舜和夏商周三代，是何等美好的政治，秦始皇汉武帝是何等的英雄豪杰，汉代唐代以的文学是何等的心繁盛，康熙干坚的武功是何等的盛大显赫，史家所铺叙记载的，文学家所尽情讴歌的，哪一样是我们国民赏时代的美景，赏心事的成绩呢？而今颓然衰，昨天歌去五座城，明天又歌去十座城，处处穷的鼠雀踪影，夜夜扰的鸡犬的安，全国的土地财产已成为别人怀中的肥肉，四万万富兄同胞已成著名于他人户册上的奴，这难道就像大驾坐商人富的人一样吗？可悲呐，请君莫当世衰憔悴的光阴忍目睹，像束手呆臂的楚囚相对，孤单的自顾垂危的身影，性命显微，可谓嘲讽。系国家成为等死的国家，国民成为等死的国民，万事已到无可合的地步，宜都听凭他人做，也没有么值得奇怪的。任公，我们中国果真是大帝国吗？这是今天地球上的一大问
题：如果是大帝国，那么中国就是过去的国家，即地球上原就有这个国家，而今渐渐消灭，以后的命运大概也差多快完结。如果是大帝国，那么中国就是魏的国家，即地球上过去从未出现这个国家，而今渐渐发达起，以后的前程正日方长。要想判断今日的中国是大还是少，则可先清国字的含义。所谓国家到底是么呢？那是有土地有人民，已居住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，治他们这块土地上的事情，自己制定法而自己遵守它，有主权有服从，人人是有主权的人，人人又是遵守法的人。如果做到这样，这就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国家。地球上开始有名副其实的国家，只是近百亿的事。完全名副其实的事状的事情，未能完全合格而渐渐演进成名副其实的事上的事情。所以我可以用一化判断他们，欧洲国今天是壮国，而我们中国今天是少国。大凡古代中国虽然有国家的名义，然而并未具备国家的形式，或是作为家族的国家，或是作为酋长的国家，或是作为封建诸侯的国家，或是作为一王星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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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国家。虽种一样，总而言之，他们对于国家应具备的体制，都是有其中一部分而缺少另一部分。正如婴儿从胚胎变成儿童，他身体上一种肢体器官先开始发育形成，此外的部分虽已基本具备，但尚未能得到它的用处。所以唐虞尧舜以前为我国的胚胎时代，殷周之际为我国的乳哺时代，从孔子而直至现在是儿童时代，逐渐发达，至今才开始将进入儿童以上的少时代。他的发育成长之所以如此迟缓的原因，世代的民贼阻碍遏制他生机的结果，犹如同多病反而像衰的样子。有的甚至怀疑他死期就要到，而知道他全是因为没有完全成长，没有名副其实的缘故。这是针对过去的，而是放眼未的。况且我们中国的过去哪曾出现过所谓的国家呢？过仅仅有过朝廷吧。我皇帝子孙具足而居，自于这个地球上既有千，然而问一问这个国家叫什么名称，则竟没有名称。前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陈隋唐宋元明清的，都是朝廷的名称吧。所谓朝廷，乃是一家的私有财产。所谓国家，乃是人民公有的财产。朝代有朝代的与少，国家也有国家的与少。朝廷与国家既
是同的事物，那么能以朝廷的少指代国家少的道就很明白。文王、武王、陈王、康王时代是周朝的少时代，至幽王、厉王、桓王、乃王时代就是周朝的时代，高祖、文帝、景帝、武帝时代是汉朝的少时代，至元帝、平帝、桓帝、帝时代就是汉朝的时代。自汉以后各代没有一个朝代具有少时代和时代的，凡此种种称为一个朝廷化是可以的，称为一个国家化就可以。一个朝廷摔将死，犹如一个人摔将死一样，与我所的中国有么相干呢？那么我们中国只过以前尚未出现在世界上，而今才刚刚开始萌芽吧。天地是多么广大呢，前途是多么阔呢，多么美呀我的少中国。马志尼是义大三杰中的魁首，因为国家的事被判罪逃窜到其他国家，于是创一个会叫做少义大，全国有志之士向云涌物即一般回应他，最后终于统一新旧邦，使义大成为欧洲一大强国。义大乃是欧洲的第一大帝国，自从马帝国灭亡后，全国土地属于教皇，政权却归之于奥的，这大概是所谓衰而濒于死期的国家。但产生一个马志尼就能使全国变成少义大，何况我们中国确实处在少时代呢？堂堂四百多个州的国土，然有四万万国民，难道就能产生一个像马志尼这样的人物吗？龚自珍诗集中有一首诗，题目叫《能工少》，我曾经十分爱他，喜欢体味他用意的所在。我们国民自己的国家是大的话，那果真成大；我们国民自己了解自己的国家是少，那真是少。西方有民间谚语，有三岁的翁，有百岁的儿童，那么国家的与少又无确定的形态，而实在是随着国民人心的变化而增减的。我既看到马志尼能使他的国家变成少国，我又目睹我国的官世民能使国家变成大帝国，我为这一点感到恐惧。像这样壮浓郁风优美举世无双的少中国，竟让欧洲和日本人称我们为大帝国，这是为魔呢？这是因为掌握国家大权的都是朽之人，非得吟诵几十八股文，非得写几十的考卷，非得当几十的差事，非得熬几十的奉给，非得立几十的名帖，非得唱几十的诺，非得磕几十的头，非得请几十的安，否则必定能得到一官，提升一职。那些在朝中任正副部长以上，外出担任监司以上官职的一百人当中，其中五官权的大概有九十七人
是眼瞎就是耳，是手打颤就是脚瘸跛，再就是半身风瘫，他自身的饮食走，看东西，听声音，话尚且能自己处，必须由三四个人在左右扶着他斜着他才能过日子，像这样而要叫他担负起国家大事，这与竖起无木偶而让他们治天下有模样呢？况且那些家伙自从他少壮的时候就本已知道亚细亚欧巴是魔地方，汉高祖唐太宗是哪一朝皇帝，还嫌他愚笨僵化腐败没有到达极点，又必定要去搓磨他，陶冶他，等他脑髓已经干涸，血管已经堵，气息奄奄，与死鬼作邻居之时，然后将我二万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交付在他手中，真可悲呐！大帝国确实是大呀，而他们那些人积聚自己几十的八股、百折、当差、挨奉、守本、唱诺、磕头、请安，千辛万苦，千苦万心，才刚刚得到这个红顶花翎的官服，中堂大人的名号，于是使出他全副的精神，用尽他毕生的以保持他，就像那乞丐道子一定，虽然轰的响盘旋在他的头顶上，而双手仍紧抱着他装钱的囊袋，其他的事情就是他想顾及，是他想知道，是他想听到的。在这个时候你告诉他要亡国，要瓜分，他怎么会跟从你听这些消息，怎么会跟从你相信这些消息？即使果真亡，果真被瓜分，而我今已七十岁，八十岁，但只求这一之内，洋人强盗起，我已快活得过一世。如果的已，就割让三个的土地，双手献上以示恭贺敬，以换取我几个衙门，卖几百万人民作为仆人奴，以赎取我一条命，有魔可。有魔难办，真是可悲呐！今天所谓的后臣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，全都在这西风一夜催人雕尽朱颜白尽头，让走无常当医生，携着催病符以祝寿，爱人悲痛呐！以用这样的办法统治国家，这哪能而将死呢？甚至我怕他未到岁就夭折任功，造成今天衰腐朽中国的，是中国衰腐朽人的罪孽闯建位的少中国的，是中国少一代的责任。那些衰腐朽的人有魔可的，他们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日子远，而我们少才是心病将与世界结缘。如租赁房屋的人一样，他们明天就将迁到别的地方去住，而我们今天才搬进这间屋子居住。将要迁居别处的人，爱护这间屋子的窗户，清扫至这间房舍的庭院走，这是俗人常情，又有魔值得奇怪的。至于像我们少人，前程浩浩远大，回顾阔深远，
中国如果成为牛马奴，那么烹烧、宰割、鞭打的残酷遭遇，只有我们少承受。中国如果称霸世界、主宰地球，那么发号施左顾右盼的尊贵光荣，也只有我们少享受。这对于那些气息奄奄将与死鬼做邻居的朽有魔关系，他们如果漠然对待这一问题，还可以得过去。我们如果漠然的对待这一问题，就过去。假如使全国的少果真成为充满朝气的少，那么我们中国作为卫的国家，它的进步是可见的。假如全国的少也变成衰腐朽的人，那么我们中国就会成为从前那样的国家，它的灭亡就要到。所以今天的责任在别人身上，全在我们少身上。少聪明，我国家就聪明；少富裕，我国家就富裕；少强大，我国家就强大；少毒，我国家就毒；少自由，我国家就自由；少进步，我国家就进步；少胜过欧洲，我国家就胜过欧洲；少称雄于世界，我国家就称雄于世界。红日刚刚升起，道充满霞光，黄河从地下冒出，汹涌奔泻，浩浩荡荡，钱从深渊中腾跃而起，它的爪舞动飞扬，小虎在山谷吼叫，所有的野兽都害怕惊慌，雄鹰隼鸟振翅欲飞，风和尘土高卷飞扬，奇花刚开始运起蓓蕾，灿明茂盛茁壮，干将见心魔，闪射出光芒，头顶着苍天，脚踏着大地。从纵的时间看有悠久的史，从横的空间看有阔的疆域，前途像海一般宽广，为的日子无限远长。美乃我的少，中国将与天地共存；雄壮乃我的中国少，将与祖国万寿无疆。曹旭。